那是娃娃吗？这皮肤手感真爽啊！氪金的力量，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我干嘛不出刀啊？哎，我以为是那另外一个火，傻了。我日，炸了呀！哎呦，分神了，人还跟丢了。哎呀，没了呀！本来就挺炸的，人跟丢了，疯狂空火。来给我就不在那街市那一刀不打出去，我以为那火是近处的火，
瞬间翻盘，谢了啊！ 这把真的蛇皮，还赢了，真是出了奇了。拯救前锋外面荡，天之秀吉吉，哎，别看他呀，完了。 我拿到一刀了，哟，这还有点痛。
我炸了呀！头铁的一匹，这几局前期节奏都不太行。 再弹一刀，争取保个平吧。 不好评喽！开了另外一边门，我越前锋就摸人了。 大船不好啊，非要跑出去。
我呢？ 打满你也救不下来人呢，你打满，这都没打出去。
每次都一棵树的火我就不见了，破船。 在船上进这个刀子鬼，又错了个针吗？ 这人满脑子都刷分，盖个600。 哎呀，难受，用不了火，顶多就是刀的比他快一点，然后他交鸟。哎呦，没看屁股。 没注意，拉来不好球。
真的，这个傀儡太爽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拉球应该拉了三分之一，就他一个人就已经确定了。困兽之都恢复的更快呀，你这撞了不白给吗？本来恢复的挺慢的，他非要撞一下，我会恢复的更快了。不敢，就除非他开球，卖掉了，卖掉了。这边我要杀天魔，没球了。他们这波卖人节奏还是有一点伤，如果再派一个人来救就好了。黑妹在等啥？等七点电击。那你还救不救？你这残血下一个十五秒，我估计你救不下来了。坐车是怎么操作？三杀，我没传送啊，去不了七点，七点电机一亮，哎，等会有车，可能坐车还说不定还能赶赶。哎，坐车还不如自己跑过去，太慢了。还没点，没点，说不定还能打。鬼屋里面了，地窖不在这。哎呀，楼梯这个高低差简直了，他跳地脚了，有高低差。哎，
打中，说不定能一套把它带走。哦，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我没狩猎本能。 我跑得很慢，不过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因为我带了张狂，狩猎本能要不要无所谓，除非我带的是那个，凤凰。 这几次火运气都不错。你有香水，我有火。 你回去你吃火，你不回去你吃刀，选一个呗。看前锋了，一号机。摘种子啊，摘种子，怎么这么慢啊？ 没看见，我日你哥，这撞的直接嗝屁了吧？这是，他肯定没球了，那这边不需要担心他会过来骚扰了。 这人有怀表吗？他有弹射的吧？他没弹射。我记得他没弹射。哎，我火呢？我还在那一直等，结果发现火打到前锋了，我人都傻了。 我还在那等火飞过来，结果我发现火不在我身上，醉了。
信封，烧包，那这本，哎，我刚才看他往我脸上跑了，谁啊？我就知道这是个结尸，我刚才想用火打一下那个右边，没打着，这边能拿一刀，取着刀直接完事儿，一下板子吃刀，不下板子还吃刀。 我都没，我插个眼，给我撞一下。双火就好打多了呀，送我双火。 直接 A 死完事。我二级技能，那前锋这边把我救了呀。要前锋的话，我估计得卖了，要么你就直接撞。 快一点！挂他！夜市没娃娃了，我不想追了。 他如果换黑妹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跑一下。想要是的话，一定要打受伤。受伤了就好了。你那跑哪去了？你跑。 这边还有眼，小僵尸也守住了，结尸也修不动，他们节奏大崩，你这还能救人？你救得下来吗？然后又一个20%的减速，又一个小僵尸倒地，哎，舒服，结尸开心。 基本上是，好像是飞了，这黑妹都起不来。
他不会抽了个娃娃吧？ 这里怎么一根树都没有？很秀。 但没什么用，失误了一次，问题有点大。 自己往火上撞，还敢来？ 可以秀。 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双人救还是结石救啊？应该是结石。 不出意外的话，不挂了，摸好了是吗？随便丢一，黑妹摸的，不开球。 其实这波应该挂前锋，收益大一点。哎，不过挂结石也行。娃娃修，黑妹救，这波手速得快一点。他打中一刀之后，他就立马三层了。 不着急，我怕前锋也过来了，我不敢打他。哎呦，完，哎，不过还好。 Thank you.
少来把结石挂死，这个一直在玩毛啊，搞得我有点虚。为什么不用三层火啊？刚才用三层火我不就炸了吗？还没治愈，我等3秒，他也在等，我也在等。 前锋老往火葬撞，这一波前锋可能没注意吧，一直在给机会，残血。哎呦，我这前锋应该里面还有一个人，如果这走到半路耳鸣亮了，就代表这里面还有。 朝阳石，朝阳石也这么狗的吗？啊！这都弹刀，哎，刚才要抽到我就赚了呀，血赚。 回头的，我都没打呢。你刚才把加速用掉了，没有加速的，翻窗倒是有。哎，反正爱护鬼的刀也有点问题。 撞就来吧，撞就恢复得很快的。这还在拆树的。 无所谓，他们拆一台电机。这波救人我要拦住，拦住能赢，拦不住可能要输。然后小心前锋被人摸起来，没了。看来是黑妹救啊。 全都来了，没人修机子。
重启了吗？还在修，那就是残血救人，还不救，傻了。 弹一下吧，不弹没法拼。如果黑妹开门的话，先去死。 没开着，全都往左走，那就代表门没开。黑妹开完门可能要去摸人，所以这边杀黑妹。 黑妹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卡？请问没治愈了？现在在废墟，我摘个树种子，防万一。 有人在跑，小木屋了。这修的肯定不是一个好追的，跑的肯定是一个怂的，好追的。没跑的肯定是不好追的。这两个人跑个蛇皮。 看，请问在附近啊？跑了，不敢来了。
撞就，我都还没起，我还没挂呢，这就开始撞了，我的妈！鸟都骗出来了。 无所谓，这次就很低，这么快的吗？过来吧，换人过。 是救啊，这个方向。你也跑不掉呀，小兄弟。好吧，跑掉了，告辞。 那板子就应该裁了，木地板不能留着，破长板，卖了，好像没卖，我感觉有人他过来了，卖了，真卖了。 红毯电机被守了，重新起一台。先知这边亮一台，人皇那边快修完了，也无所谓的。那先知这边小门修完，直接修人皇。黑妹也在往那边赶，两个人全都跑，直接过去吧。黑妹没过去啊。 黑妹果然没过去，哎呀，这波亏了，我以为黑妹过去了，血炸，没第一脚，平了，哎呀，能赢的局。
卡。